Yuki。乐乐，你在创啥？我想要写卡片送给我的老师，因为他很温柔，又对我很有耐心。阿虎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我在走廊跑来跑去，不小心跌倒了。哈，阿丽有要紧吗？我没事，只是有点擦伤。而且我跌倒的时候，老师刚好经过。原本以为老师会骂我太调皮，结果老师不但没有骂我，还带我去保健室擦药。哇，老师人真正足好个呢！啊，你安尼讲，让我想到伫咧中国，嘛有一只真搞怪，不过武术真厉害的高山啊，伊嘛有一位对伊真好的老师哦。哦，我知道，是孙悟空。无唔对，就是孙悟空。今仔日阿浩姐姐就来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人讲世间这么高，偏偏伊上高的孙悟空。我出世伫一个叫做花果山的所在，甲真侪高朋友住做伙。我就是因的老大哦，真厉害吼！为着要搁较厉害，我决定要来去天界做先生。不过天界的主人玉皇大帝，敢那真讨厌我，唔呐吼，叫我去替马仔洗身躯，搁爱去看顾蟠桃园，嘛无爱让我去参加 party， 实在是足可恶的。我孙悟空唔是好欺负的。蟠桃果汁，蟠桃鸡卵糕，实在是足好食的。食到真饱，玉皇大帝，我看你以后给我蟠桃汤好食。阿秋，哦，奇怪，是谁在讲我的歹话？嗯，唔对哦，我看我也是来蟠桃园看卖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状况？哎，奇怪，啊蟠桃哪会去用食了了？一定是孙悟空。我吼是看你年岁较轻，心地较怪，想讲派一寡较简单的工课，甲你磨练一下。想袂到你一点啊拢唔知影藏咧珍惜。嘿嘿，你的蟠桃拢互我食了了啊！想袂到吼，我当初时光咧乖乖啊听你的话，实在吼是想讲啊啦。孙悟空，嗯、你搁敢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你这只破狗，搁唔知影通好悔改唔？我是孙悟空，唔是破狗，我只不过是食你的桃啊，也唔过你咧，叫我做东做西，根本就无把我的感受放伫眼内。我是感觉你性地冲动，我想讲派一寡简单的工作要来甲你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无咱来插刀。你若是会当伫五分钟内逃出我的手面，安尼，我以后就袂管你。好啊，真简单，看我的。呼，呼，我一万年就到这么远的所在，一摆我稳赢。哎、欸，这粒山头生甲足特别的呢。那参照五支手指头啊，我来写遮天大圣来路，嘿嘿嘿，玉皇大帝，你若想要抓我，就做你来呀、啊。哈哈哈！好啊。
我哪会走无法？如来佛祖教我的如来心掌，果然厉害。孙悟空，我看你就伫我这座五指山当中，好好啊反省。经过五百冬了后，有一位三藏法师来去西天取经。有一天，伊经过五指山，五指山就是孙悟空被关起来的所在。是要我正边还是倒边才会当去西方呢？倒边，一直行就是啊。啊，多谢。你生了真特别呢，你是人还是妖怪啊？什么妖怪？我是花果山的大王，人拢叫我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我法术真厉害哦。歹势歹势，我叫做东山宗，我是一个和尚。你太济人伫遮咧。哦，这歹解释啦。反正我已经伫遮五百冬啊。那你要去西方创啥？我要来去西方取经。哈，你是啥？取经的意思就是讲，去摕一本真重要的册，把内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知影。哇，听起来真好耍呢！我嘛就是要去的。咁真实嘞，也毋过去西方的路途真危险哦。比一世人封关伫遮较好啊！我伫遮，毋是咧练功，就是咧困，实在是足无聊的。拢是迄玉皇大帝害啦！你看、哦。到底要放伫遮关偌久？是哦，也毋过我出发之前有拄到玉帝，我会记得伊是一个真温柔的人啊。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无，我来帮你问看麦。玉帝，歹势，搅扰啊。东三宗。你哪会这么快就跟我联络啊？敢说是在西方取经的路上发生什么事？这你不用烦恼，我只是想要请教，我敢不可以带孙悟空做伙来去西方取经？你确定？这只破猴是在天庭有很多事情哦。那是因为吼。我知道，悟空的性格是有较冲动。也毋过，每一个囡仔拢有伊善良的所在，干那需要有人甲伊带尔。这活了遮尼久，阁是头一摆有人对我遮尼好。而且，这摆路途真危险，我真希望悟空会当做我的徒弟，甲我做伙行，嘛会使伫路上学着真济代志。伊太会对我遮尼好啦，那呢，我要甲伊做伙去西方取经。也毋过，你毋惊伊毋知影悔改，阁四界变狗人？我袂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乖乖啊听话，甲路边的妖魔鬼怪一个一个解决，保护师父一路平安。我嘛会一路陪伴伊，好好啊教伊教。好，互你出去体验嘛好。孙悟空，我放你自由。也毋过。我会把这个金箍交予你的师父东三宗。孙悟空若是无乖，你就要摕这个金箍戴伫伊的头壳顶，然后念咒，予伊的头壳疼。孙悟空，你就要乖乖啊听恁师父的话，知无？我知，我会乖乖啊听话。真好真好，也毋过悟空，你若是无乖，我嘛是会用这甲你处罚咯。你着爱乖乖啊听话。我知影、啊。好，那安尼咱着做伙行。阮着是 hero， 做伙去探咯。缘分带阮来到这，一只狗嘛会。就算
已经这么晚，要来找一个所在休困。那间厝敢那有人在住？悟空，你去问看麦。好。咕咕咕，有人在无？请问是倒位找哈？我是花果山的大王，人拢叫我遮天大圣。我是孙悟空，这是我的师父东山宗，我们做伙去西方取经，请问敢会当借恁兜住一暝？哦，原来是两位师父哦，我唔是无愿意，也唔过，这位施主是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最近，阮的高家庄来一个妖怪。这个妖怪，伊的面形是一只猪，身躯煞是人形。唔知影为虾米，伊就硬要娶我的查某囝做某，啊嘛无问伊好，也无好。啊，今仔日，我就要甲我的查某囝嫁乎伊啊！唉，我真正是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免烦恼，凭我孙悟空的功夫，一定。好好该修悟空，一定会好好该讲道理。哈哈哈！哈，总算轮到我猪八戒来娶水姑娘啊！哇！我外阁小姐太笨，这几只高山呐！该你自我小解，我是花果山的大王。人拢叫我遮天大圣孙悟空。吼、哦，原来就是你哦！你天庭老魔教，搁要来拍破我的好事，看我的比卡多甲滚完啊！看我的比高浪屁！不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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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就是我。抓到来 ，A B C 搞搞一。哎呦！哼，你这只猪做了这种歹代志，看我把你变作猪脚面算！啊，卖了卖了卖了！你怎会哭到遐大声？我真正不是调工的啦！我自细汉吼，就拢无查某囡仔嫁我，啊，这摆我就想讲哦，先来娶高小姐，安尼伊就有机会好好了解我。就算安尼，你嘛袂当强迫别人甲你结婚啊！哦，你唔捌啊？确实唔捌，因为伫花果山，所有高姑娘啊，拢介意我。哦，哎呦，讲生笑的啦！我之前去天界的时阵，嘛是所有人拢认为我真搞怪，无愿意相信我。好佳哉，后来有拄到师傅，伊袂看人无，讲问我敢要做伙去西方取经。取经，取经是啥？听师父讲，就是去西方找一本真重要的册，内面有足重要的知识哦。哦，不过西方不是足远的，你咪感觉足辛苦的哦？袂啊，因为师父愿意相信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伊一路平安。那安尼，我敢会使甲恁做伙去哈？我嘛都想要予人相信，予人需要。我保证以后绝对袂阁做歹代志啊！当然会使啊，那呢，咱即马就算是徛工顶的啦。好，我来去甲师傅讲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哼！尾手悟空、猪八戒甲三藏法师，就做伙前往西天取经的路。伫路顶，因阁拄到真侪共伴，有危险，就做伙解决，大家互相斗三工。最后，因真正完成西天取经的任务哦。原来如此，孙悟空真幸运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拄到真好老师，悟空嘛变了足有自信呢。阿虎姐姐，我刚刚也写了一张卡片要送给你，谢谢你常常陪我，还说这么多故事给我听。多谢乐乐，我嘛真介意讲故事给乐乐听哦。刷下来，我和乐乐来教大家故事里的台语词：保护、保护、保护。恶作剧、变高人、变高人。关起来、关起来、关起来。调皮、搞怪、
搞怪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大家敢拢会晓啊？咱来听今仔日故事内底好听的歌曲，有你我就袂惊。烟魂带阮来到这，一只狗嘛会感谢，就算一路真歹行，在你身边我就拢袂惊。这个故事《西游记》其实是一本中国很出名的小说，里面的三藏法师不是只是故事里面的角色，其实真的有这个人，他是中国唐朝一位很厉害的师父，在历史的记录，他真的有为中国走到印度去取经。另外三藏法师的共伴，不只孙悟空、猪八戒，还有三悟净、沙悟净这个妖怪，他们四个又做伙遇到很多不同的危险。不过他们到底又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《西游记》这本书哦。